这基建未来为何不败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王，今天要和大家元首办的是由 JSA 出品初音未来 Fit 米山五，也就是前段时间大家所热议的这款初音菩萨。首办的造型呢是出自这张米山五老师所绘制的原画，女神一般的穿着使其成为了最具神性的一款初音手办，五官的刻画非常细腻，有着一副怜悯众人的表情，亦或是充满了慈爱的微笑，如同羽翼一般在身体两侧展开的双马尾，有着透明的渐变效果，很好的表现出了轻盈与神秘。服装上的衣褶刻画极其自然，在勾勒出优美的身材曲线的同时，也展现出了布料这种轻柔的质感。脚下的地台是这样的一个水窝造型，上面呢是有着大量的珠光漆，仿佛是有着无尽的生命力量。在身后是有环绕着这种带有透明渐变效果的有机植物，在营造氛围的同时，也使得本款手办变得更加清新脱俗。身后的金色框架又进一步的放大了神性，在上面还很巧妙的融入了琴键以及乐符元素。手办是1:7的比例，全高34厘米，预计25年12月份出盒。那以上就是本期云手办的全部内容了，我是武王王，如果有下期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